華人工商大展今年邁入第35屆，秉持住凝聚海外亞裔信心、展現華商經貿實力嘅宗旨，喺國際嘅展覽上邊樹立咗最權威嘅形象。每年嘅參展人數係逐年遞增，並且曾經獲得《洛杉磯時報》評為南加州主流展會嘅第5大展覽活動，係各族裔文化商業交流嘅最大平台，更加係海外亞裔僑胞歡慶每年嘅重要活動。每一年嘅華人工商大展都會俾主流同僑界唔同嘅驚喜。2018年1月13日到14日，華人工商大展6大展廳800多個展委員，產品包羅萬象，衣食住行娛樂等係中葉商合展覽。今年亦都特別邀請遠至中國上海、山東、福建等商家，以歡樂春節中國印象主題區，促銷品牌，塑造文化與企業攜手並進，匯聚眾多嘅知名品牌，並且精心打造商業貿易專區，通過同發展與來賓嘅互動，傳達中國文化，並且推動喺北美落地生根。很高興跟大家報告，一年一度海外華人盛事華人工商大展將在1月13、14日。Pomona 国际展览大厅正式举行，今年将会有6个展览大厅，1000多个展位，超过100余人的精彩节目。今年的动漫展上，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event， 就是我们将会邀请对日本 Pokemon 口袋精灵有兴趣的角色扮演者，可以穿扮着 Pokemon 的这个角色扮演的服装到会场来。那我们已经正式向金氏世界纪录申办，如果这一次人数可以超越以往的纪录，那在南加州华人工商大展的动漫展将是日本 Pokemon 口袋精灵角色扮演的一个新的纪录。另外，今年我们会邀请到中港台知名的百变模仿艺人新龙到现场做模仿演唱。大家都知道新龙是个鬼才，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模仿超过20个中港台知名艺人的神韵，惟妙惟肖，加上他的新式幽默，保证让大家看到开怀大笑。另外，现场还有非常多的中港台日本菲律宾以及世界各地的美食，包括Lady Anne 的蛋糕。现在大家吃蛋糕不需要去 Beverly Hills， 不需要去 Urban， 只要到华人工商大展，在 Lady Anne 的现场摊位，您就可以购买到日本最知名最好吃的 Lady M 蛋糕。第37届华人工商大展将会带俾你全家文化盛宴、科技嘅新知、美食天堂、100多档精彩嘅节目、100多个厂商嘅免费试食试饮、精美嘅小赠品，令到你流连忘返、满载而归。1月13日到14日，全美最大嘅华人工商大展诚邀你合家光临。天下卫视采访报道。